森林中的植物都是宝，只要你认识它，就会爱不释手。就像石竹鱼，从小树生长到十几公尺的大树，满身的刺让人印象深刻。你知道吗？石竹鱼从茎、叶、根全株都是宝。石竹鱼也称刺葱、鸟不踏，是芸香科花椒属植物，与川菜常用的花椒同属不同种。在台湾本来是低海拔植物，但是随着林道的开辟，也逐渐往中海拔山区分布。在山区的向阳崩塌地或荒废地上，是先驱植物之一。石竹鱼的模样很好辨认，枝叶上遍布着锐刺，到了老树干则变成短而硬的瘤刺。早期原住民多数的族群会利用石竹鱼的树干作为建筑和制作生活工具的材料，现今也是山村部落居民经常使用的植物。石竹鱼从种子、嫩叶到嫩茎都可食用，气味浓郁，烹饪各式料理都是美味佳肴，滋味令人难忘。